仅 TF 老 boys 雷佳音、李光洁、郭京飞曝光一组出道写真，三人在北京胡同拍大片，帅气不输小鲜肉。之前李光洁在微博上抛出了一个秒拍视频，与郭京飞、雷佳音合称 TF 老 boys 引来热议。李光洁微博宣布老队伍新组合，视频中雷佳音、李光洁、郭京飞三人身着白色 T 恤衫并排坐在大树底下，依次道出组合中自己所用艺名 Jeffrey、 Jerry、 Andres， 然后一起伸出三个指头同时戳到 3。 这次的重组出道不知又能坚持多久，但热心网友又送了一组合名给他们，333男团。陈赫更是留言调侃说，你们三神经病啊。郭京飞还盛邀陈赫，你来吗 F4。 网友也是各种神补刀，三傻大闹北京城，可其他的网友却喜欢呢，哈哈，老男人我喜欢，应原色就白色吧，你们合体演出我们就在下面回塑料袋。大叔，这个时代才是最有魅力最受欢迎的。